这里是工布老街，位于西藏林芝市的八一镇。对，看这边，远方的山，这边是兰波湾百货，去看一看啊，看看什么？百亿超市，应该是这边最大的一个超市吧。在网上看了评价，然后准备去买点补给，买点菜，因为要在林芝待5天左右，等快递。各种健身器材，看，还有滑板、双翘，还有小鱼板。坐电梯。去超市，推了个小车。今天得买点菜，买点水果，车里只有土豆了。再买点零食，对。进口商品，看这里边都是什么。我去，这糖93块钱一罐。我去，这价格不便宜啊，饼干。225块，不到半斤，38。哇塞，进口的也不至于这么贵啊。这边是6块钱，这是饼干吧，小包的。这个威化6块8块，还算便宜的了，就那么小。其实没有必要买这些进口的食品，咱们中国的食品零食都已经很好吃了。我去，这个化妆水164，我用过同款的16的，然后才几十块钱啊，在聚美买的，好贵啊。这边牙刷30多一支，我去，太贵了吧。其实咱们国产品牌也有几十块钱一支的牙刷，我就不理解这个东西有这么高的成本吗？这几十一支跟几块钱一支的有什么区别？有人懂吗？科普一下，谢谢。这边是牙膏，不拍了，再拍人家以为我干嘛呢。看看西藏这边的物价啊，玉米4.98一支，我去，这个萝卜算是最便宜的了，9.9啊，9.9一斤。看这边。莲藕8.98，洋葱3.98，辣椒，哇！买了一推车的吃的，菜、水果，还有方便面，还有2桶水。看这边，红景天，这样子的。这边是西藏特产。这里是西藏林芝，刚刚做完汽车保养。这边是商业街，这边是农贸市场，我看看能不能买到牦牛肉，做点牦牛肉火锅。这边都卖菜的。看看哪边卖肉。我现在新买的云台还不是太会用。黄瓜5块钱，西红柿5.8块，比昨天我去的超市要贵一点。这边卖肉，看一下，那是猪肉。那这边你好，这是牦牛肉吗？有火做火锅的有吗？这个多少钱啊？45一斤。做火锅怎么做的？有现成的片吗？自己切。买了点牦牛肉，45一斤，这些是50块钱的。然后再买点
菜就不买了，这一斤肉的话好多了，先买点鱼丸之类的。看一下这边都是卖菜的，没有鱼丸。我的牦牛肉还有鱼丸，在这边吃碗凉皮，先简单吃一口凉皮垫一口，一会儿回去做火锅。这边的凉皮不贵，8块钱一碗，我们老家也要8块钱，吉林那边。回到我的露营地，刚吃了凉皮还不饿，但是准备切牦牛肉，嘿嘿。买了点牦牛肉、洋葱，还有这个丸子，一共花了多少钱？不到60块钱，其实比那个自助餐呢，省不了多少。但是自己买的话，自己买的肉是好肉嘛。开吃，把门关上了，安安静静的做饭。小七的厨师生活准备开始，吃完饭，工作，这小生活美滋滋啊。一会儿切个水果拼盘，再吃火锅。先洗牦牛肉，接点水。好，看一下这牦牛肉，我去，太棒了，全都是精肉，刚刚切完。因为是这种肉块嘛，所以难免会切了一些小块的肉，不适合做火锅的，所以我决定炒一个菜。炒个牦牛肉，再做一个牦牛肉火锅，可以吧 ？OK， 料已备好，大葱、蒜还有这个洋葱。升起炉子，准备炒菜。这是我的水果沙拉，有梨，还有苹果。正在烧水，这边准备把牛肉先焯一遍。我应该把大锅拿出来，不然这么多菜炒不开呀。这些是炒肉的，得有半斤多，还有这些菜。OK， 刚才去后备箱拿了我的大锅，肉也炒好了，准备炒菜。先爆一下锅，葱香牛肉出炉，开着点门，不然这个油烟有点大呀。我在这边的角落做菜，没有人，色香味俱全。准备吃火锅。拿出我的火锅底料，炒的这个菜先放这里。OK， 现在火已经烧上了，我先拿着这个烤肉，没地方放。这是我在重庆买的火锅底料，重庆安居古城买的。看一下，这个火锅料还没有煮开，看起来就已经很辣了。这个辣椒，小米辣是底料里面的，不是我自己放的。重庆火锅就是辣呀。我的大床，现在车内温度28度，因为开着火嘛，所以比较热。这个肉因为是自己切的，所以有点厚啊，应该不太熟，所以先下肉，多煮一会儿。这个辣味扑鼻啊，我去。看一下我煮的这个火锅肉，尝一下啊。这个蘸料是黑芝麻酱，所以看起来是黑色的，还有红腐乳，还有小葱，葱末。可以，全都是牦牛肉。看这个蘸料可能看起来不好看，但实际上非常香，黑芝麻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现在准备工作，刚刚吃完饭，收拾完毕。吃火锅就是折腾啊，很麻烦。因为我在这边要待几天，等快递，所以呢电肯定是不够用的，我的电只支持我2到3天，所以幸亏我之前路上把这个店小二的移动电源充满电了，它可以存0.5度电，我现在用它给我的笔记本充电。平时我开车的话，店小二跟这个
电饭煲啊都放在这里边，然后放外边的话不行，没地方放。我目前的计划是先可这个移动电源，还有我那个两个充电宝，可他们用，把他们用没电了以后再用我车里的电。OK，现在插上了，准备充电，按一下它，这个 AC 就变成220伏吧，那个叫电源。看，给电脑充电了，充了吧。对了，我买的这个云台在这里，这个云台今天下午用了，没电了，这个灯一直在闪。然后把它也充上。OK，这个线已经插上了，按一下这个 USB，云台也充上了。充了吧。说真的，这个云台买的有一点小后悔，为什么？因为防抖是防抖，但是拿它出去拍东西啊，太扎眼了，真的有点后悔了。这是我之前切的水果沙拉，梨子还有那个苹果。我的快递应该这几天就到了，等几天，很不错。